手里空位，没打进，但实际上森还自己有篮板，扣到了，来了，就是前面篮板点的这两下点完了以后，他顺势躲过了于家豪，嗯，行，冲刺防的还是可以，是可以啊，杨森动着打，一对一，嚯，这球两分有效了，哎，我们看看他这个球啊，给于家豪，他首先是用假动作。 晃动于家豪上下，漂亮的地板动作啊！人家，哦呦，好球！回球，杨森，漂亮啊！执行的非常的到位。队伍前，杨金萌到现在为止防的非常好呢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穆迪这个名字就得再板凳上。不来看您的啊！对你别老想着自己表现呢。但是开始先秀一秀，亮一亮，发现哦，这个队友有厉害。投出！哎呀，漂亮的脚步啊！ 这踢的现在比分有点太夸张，嚯，传的漂亮，好啊！而且他果断，我们看这球啊，对，他出球甩，总是在比较不错的分数。哎呦，球龄人啊，嗯，自我进行一些反思，是吧？这都很正常。我们看看杨汉森的这个后滚翻，哎，大家来看啊，这边防的也不错，嗯，哪儿找到的这么一个缝啊？ 救回来，救到对手手里，空位，没打进，但是杨森还自己有篮板，扣到了，原地站扣，来了，就是前面篮板点的这两下，点完了以后，他顺势躲过了于家豪，嗯。